大家好，欢迎来到龙木新树屋。这期我给大家说一说一种神奇的心理疗愈方法。1984年，有一位夏威夷治疗师以3年的时间成功治愈了夏威夷州立医院的精神病罪犯，没有实施任何临床咨询或药物治疗，他只是在查看病历时不断重复这4句话来清理自己。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勾起了一个名叫维泰利的美国作家的好奇心，他决定去寻找这位神奇的治疗师，向他学习。维泰利发现，这位修兰博士以这4句话来清理自己的过程是一种夏威夷古老的心理疗法，叫做赫欧波诺波诺，意思是修正、清除、完美。这个方法不仅让精神病患被疗愈，也让一位过敏气喘了50年的妇人在一息间神奇治愈。4句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一切顺利无阻吗？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零极限。什么是零极限方法？很简单，就是4句话。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这4句话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对不起表示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负100%的责任，因为一切都是我自己创造的。请原谅，请求宽恕，宽恕自己。谢谢你，表达你的感激，表现你的信任，相信所有的问题都会以对每个相关者最好的方式获得解决。我爱你，呼唤神性的力量来清除相关的记忆，疗愈一切的伤痛。夏威夷疗法这4句话虽然简单，但包含了深刻的境界和含义。这是我们心灵成长旅途中随时可以使用的，也是修行体意的方便法门之一。如何使用这个方法？很简单，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不断地念这几句话就行了。不用急着去相信或怀疑，去试试吧。零极限认为，我们活着的每一个当下，都在持续不断地抗拒生命。抗拒使我们处于焦虑状态，处于灵性、心智、身体和物质上的匮乏状态。用我们的心智看待世界的视野很狭隘，不全面，也不正确。我们的选择并不是有意识和理性的方式产生的，它们更像是从无意识里冒出来的。通过不断地清除这些无意识产生的记忆，我们才能够在当下做出更好的选择。我看到你的问题，其实问题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记忆的痕迹，是过去经验在当下的投射，所以需要去爱，去接纳，去原谅，把记忆清零。当你自身清理干净了，别人也就清理干净了。因为我们都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们的经验是共通的。因为所有的情绪和感受都是有能量的，当我们传导正向的能量，世界就向好的方向转化。在清理之后，你会自然而然的不再用过往的那种负面态度和模式去对待你现在的生活以及身边的人，而用一种崭新的模式，一种更加自然的样子去对待生活和他人，从而你的生活和他人对待你的态度也就自然因此在无形中改变了。这正是零极限清理术的妙意所在。它提供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冥想、清除，对自己说，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清理自己是每时每刻的功课，需要一直保持觉知和开放的态度。最关键的是要有诚意，有一颗开放的心灵。零极限里面包括几层内涵：一，
你无时无刻都需要清理，让它归零。因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讨厌的事情会很多，可以是家庭问题、工作的压力、他人的评价，甚至是战争。许多负面的东西会像病毒一样裹挟着我们，借由我们开始传播。当别人有其他的模式时，我们看到了，我们也会被感染。这就是我们无时无刻需要清理的原因。清理了自己，世界也变得清净起来，因为自己就是这个世界，所有自身之外的事物都只是内在的投射，或者压根就是一片幻想。而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镜子，所经历的也会被你们所共有。清除掉共有的模式，你们都会好起来。二，你要对你经历的一切负百分百的责任。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并不是你的错，但他们是你的责任。这种责任除了包括你所说、所做和所想的一切，也包括出现在你生命中其他人的所说、所做和所想的一切。如果你对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一切负起百分百的责任，那么当别人发生问题时，别人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简言之，对于你的现状，你不能怪罪任何人或事，你所能做的就是负起责任，也就是接受它、拥抱它、爱它。你拥抱的程度越深，疗愈的程度也就越深，也越能与生命本源相连。三，你可以疗愈发生的一切。无论你的生命中出现了什么，无论它是怎么来的，都需要你去疗愈，因为它现在是出现在你的感知范围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感觉得到，你就能疗愈它。如果你在别人身上看到它，而它让你受到困扰，那你也要去疗愈它。你觉察到的越多，你疗愈的越多，你就越能简单地实现自己的期望，因为它释放了堵塞的能量，而这些能量可以被用来做其他的事。四，通往零极限之境的车票，就是说我爱你，爱生命中的一切，不论好的还是不好的。别人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需要疗愈的只是自己，你是所有经验的源头。去爱所有的事物，当你爱它，它就发生了改变。如果你认为你的婆婆经常针对你，那她其实就是针对你。如果你觉得你的上司很严苛，那她就是很严苛。接受她不好的前提下去爱她，对方就会被你散发出来的能量慢慢疗愈和改变。我们认知里的东西其实都是由能量组成的，跟房子椅子说话也不过是一种将能量重新调整的方法。这里有点要注意，你不必真的感觉我爱你才会有效果，你只要去说就行了。不能说我去清理就强求那件事一定要被处理好，只有神性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做好该做的事，也就是持续的清理，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爱你，谢谢你，唤起爱的灵性来疗愈内在那个创造力或吸引外在的能量。无论何时，只要你想改善生命中的任何事物，从财务到人际关系，都可以这样做。五，天赋潜能的释放。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天赋来到这个世界，你可能一开始就知道，也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但在某个时刻，你会在内在感觉到那个天赋，你的心智会开始进行判断，如果心智判断它是不合理的，你可能就会寻求某种依托，利用药物或者瘾头来隐藏和解决。但是如果你去疗愈它，用那四句真言去释放它、清理它，不合理的障碍就可以被清除。一旦你清除了阻止你天赋行动的障碍，
灵感就会喷涌而来，天赋也会跟随着这种神性行动起来。清理了记忆，你就没得选择，会毫不迟疑地遵从灵感，就是这样。零极限的四句真言可以清理所有负面的能量，平衡情绪，让你回归到神性的零极限，即回归到零的状态，也就是佛法中的空性。在这个状态里，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有可能。你能更自在优雅地面对自己的人生，从而获得健康、财富与幸福。如果你用不受条条框框限制的眼光看世界，每天对你的心、对你的潜意识、对你经历的事和人、对你遇到的问题，带着虔诚的、忏悔的、感恩的心重复这四句话，学会爱自己、原谅自己、感谢自己，你会活得更加圆满、智慧、丰盛。好，这本书今天介绍到这里，希望对你我都有启发。书中的有些观点我不是很认同，就省略过了。核心的部分我给大家提取了出来。100个读者就有100个哈姆雷特，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下面提供了这本书的电子版链接，有需要可以下载阅读。我是龙木星，我们下期见。